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今天准备去鱼竿海了，现在准备过去了。这个石头呢，放开看一下，哎，有一个哦，我已经陷下去了。这个抛下去哦，看一下，哇，个头还不错哦。下手了，下手看，感觉都是螃蟹抛开都过得很紧哦。来，给它放开看一下，有没有螃蟹兜里头？哎，有一个哦，哇，还积极向前欢迎我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哎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。我还没搬取出来，你们应该这条虫子吧？给它搬开看一下。哇，好恶心啊！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算了，不要了，螃蟹给它抓走。吓不到我了，跟你说，抓走了。哇，这个是赤脚红哦，个头还不错哦，挺好看的哦。又是一个哦，有没有螃蟹斗笠？哦，有一个，赶紧又看到，跑哪里去了？哦，在这里，已经进去双前欢迎我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虾虾，不跟你玩了，等下被你虾到就尴尬了。这是一个花干蟹哦，还可以，又是一个。哇，看来这个大潮水赶海人真多哦，那边有一个小伙子在赶海。来，从我们这边看，他从那边，然后就往这边。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呢？哦，这个好像没有，是一个照潮蟹。有没有呢？哦，还是没有，是一个毛蟹，不要了。有没有呢？哎，有一个，天，都在这里，是一个哈干蟹哦，我是活的，还想往哪里跑？来来来来，跑，没地方跑的，跟你说。哇，还不错哦，又发现这个管子了、哦，给它打开，看里面有没有都是螃蟹。哎，有这么一个，哦，有一个、哦，哇，两个了，另外现在又多了两个，哈哈，没有了吧？没有了，哇，这个但是这个个头有点小，是个赤脚红，这个是赤脚红嘛，也是赤脚红，这个比较大，还不错哦，这个是抓走了，来，有没有螃蟹多里头？啊，这个没有啊，这个呢，有没有呢？哎，有个哦，差点把我吓到，这个赤脚红，哇，个头还不错哦。还想跑？来来来，看你往哪里跑！来来来，没地方跑的，跟你说，哇，还继续撞前欢迎我呢。这个是小红哦，还不错哦，又是一个，哈哈。哎，这边有没有一个螃蟹？看到了吧？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应该是活的吧。小的说，哇，这个是鱼哦，哇，个头还不错哦。看来这条鱼这个资源真好哦。今天捞到的是第一个多游戏啊，大概一个三连左右，还不错，抓走了。哎，这个猪肉的，猪肉的必须带走啊。哎，有一个、哦，哇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花干蟹，个头还不错啊、哦。又是一个，哎，有一个啊、哦，刚刚开始就是中间欢迎我，但个头感觉不大。来，抓起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赤脚红，个头太小了啊、哦，不达标，不要了吧。有没有螃蟹？哦，有一个、哦，在这里，别吓我、哦，出来吧你！哇，这个赤脚红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个是发干蟹，这个太小了，这个就不要它了。你还放不过身，我帮你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吓不到我的。啊，这个个头还可以啊、哦，又是一个，有没有呢？喂，哦，一个小的，吓了我一跳。这个地方，感觉有螃蟹拍到过的痕迹哦，是不是一个螃蟹兜里头？哦，这个就是螃蟹哦，哇，这个大螃蟹，哇，这个个头可以哦，哈哈，今天发财了，哇，这个起码有3到4元哦，又是一个。哈哈，大家知道又让我发现什么了吗？又是一个多子蟹哦，金鳄蟹的吧？看见我还不如往沙土里面跑，哇哇哇哇，还金鳄蟹欢迎我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吓我，吓不到我了，跟你说，哇，这个个头还不错哦，
起码是半斤左右哦。好，上手了。慢慢，哦，有一个哦。刚刚有几只千尺红牛啊，在哪里呢？哦，在这里啊。来，瞎不到的，跟你说，哇，是一个赤脚红哦，个头还不错，又是一个哦，有没有螃蟹兜里头？哎，有没有啊？哦，有一个，哇，差点把我宰了，吓了一跳。这个花螃蟹哦，个头还不错哦，又是一个，哈哈，看来今天真的是有风还有收获哦。有没有？哎，有一个哦。哇，竟然割到这么大，这么一个小石头里面，是活的吧？哇，是活的哦！哇，是个巨大红啊，割的还不错哦！啊，又是一个。大家知道又让我发现什么了吗？又是一个螃蟹哦，是一个什么螃蟹？是个兰花蟹还是？哇，活的哦！又是一个钻石蟹哦！哇，看来这个割的还不错哦！嘿，哇塞，这个里面居然还多个螃蟹！哇，是个钻石的发财蟹哦！个头还不错哦，又是一个，潮水已经涨过来了哦。来，吃这个螃蟹今天的收获了哦。哇，那我抓到了将近一桶的螃蟹啊！啊，我让我奶奶一口不了，哈哈，太刺激了。好了，回去了。